王艳，王艳当年因出演琼瑶剧《梅花烙》，在剧中饰演侍女百合一角而进入娱乐圈。当年的王艳出演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才18岁，但是最喜欢的还是她的晴儿，这是艳姐最为人熟知的角色。晴儿的善解人意，知书达理，最主要说话还很温柔。李小璐18岁那年因主演都是天使惹的祸而成名。那时的他五官没有现在那么精致，但比较自然俏皮甜美，